紧急集合！队长，队长，毁成一排，站好，同志们！为了确保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，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。报告大家个好消息，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，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。太好了，正愁没人教，天上掉下个粘豆包。大家注意，一会儿教练到了，我们一定要坐有个坐样，站有个站样啊！讲文明，懂礼貌，虚心学，让他教，他说咋着就咋着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，记着吗？记着。赵队长，队长，教练到，归队，站。队伍划过来，向我这儿看。队长他来了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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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热烈欢迎欢迎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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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热烈欢迎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免贵姓赵，这次进京我任队长。哦，赵队长兼裁缝。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姓范，范大师。哎呀，不能这么叫，不能这么叫啊！我只不过是搞一点服装设计和模特表演的训练工作，大家就管我叫小范吧。哎，不是，小范是绝对不行，小范是劳动服装的，你是设计服装的。最起码也得称呼您范师傅，表示范师傅。哎，大家好。赵队长，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报告范师傅。哎呀，我们白天想，夜里哭，做梦都想赴首都。是吗？首都的楼儿高又高，我们时刻。哎呀妈呀！大家放松一点啊，放松一点。哎呦，那个赵队长，你不要哆嗦嘛，不要太拘谨，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啊。是这个样子，我呢时间非常的忙，我知道，我需要马上赶回去。是啊，这样吧，欢迎队伍可以撤下去了，把模特请上来吧。请谁？模特。模谁？模特。报告范师傅，这就是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。站好。哎，赵队长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我开玩笑干嘛？模特怎么能是这样造型啊？范师傅，就这种造型才代表我们牦牛屯的特点。是吗？这都是专业户啊。有养鸡养鸭的，种粮大户，还有养大鹅的，这是养西瓜的，可了不得呀。他去过铁岭啊，做过报告。哎呦，那既然去过这么大的城市，那咱们就抓紧开始排练换衣服。等一下啊，先不着急换服装，在训练之前呢，我想看看大家的鸡弓。鸡弓带了吗？鸡弓不是带的，鸡弓就是基本弓，说白了就是模特行走的基本步伐。从仿生学这个角度讲呢，就是猫步。瞎猫？猫步。猫？哎，在散步。不是猫在散步，是猫在走直线。猫走直线？对，范师傅，嗯，我觉得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。你看耗子如果拐弯了，猫还走直线，你说的是不是瞎猫走直线？
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瞎猫的问题，探讨什么？我们探讨的是走直线的问题。报告范师傅，走直线就不要跟劳模探讨了，他们一年四季天天走直线，从种到收天天地垄沟，走歪了他踩苗啊。这怎么又扯到种地上去了？跟种地有关系？有什么关系啊？穿上服装让范老师看看。等一下回来，道理不说清楚换服装无济于事。来，听我的，分成两排，快来，你出来一下。你看这是干什么？我是叫他出来感受一下，你出来忍受一下。范师傅好。你好。好，大家要找到这样的感觉，那么这条通道就是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。你们是名模，你们是世界名模，你们是世界名模 Clove Cinder。 调的口令 1, 2, 3 Kevin。 啥意思？我在说英文嘛。范师傅，这是一位养鸡专业户，最害怕的就是鹰。好，一二三走。好，很好，太好了。向前看，看见了吗？所有的闪光灯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唰不停的闪烁，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。你笑什么嘛？你笑啥玩意儿？这么没能的你，完蛋，玩个三丫蛋子，笑啥呀？范老师倒的多好啊，那么忙来了，说的多好，所有的男人全抓着你。你他听不懂，我在引导他嘛。我知道你在勾引他。行，引导启发，懂不懂啊？引导启发，这样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，我按照你的导演手段我启发启发他行吗？抓紧时间吧。啊，对不起，耽误一会儿。抓紧时间，不用你了。这个真是，你过来，你拿走，你但是注意，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。这条通道就是村头的八里庄大桥。记住，你们是劳模，你们是县级劳模、省级劳模，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名劳模。可乐，什么啊？听我口令，八，八，八，也就是数三个数。啥数？一、二、三，看我进去。好，很好，挺胸抬头，看着你，前边是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，这是玉米。这是黄豆，丰收了，丰收的农民在收粮食。只看所有的男同志挥舞着镰刀，割完了一片高粱。看这个，所有的女同志也就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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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片苞米。所有人收工了，都来了。哎呀呀，行，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？这怎么又扯到劳动上去了？我们就是干活人呢，这样练是绝对不行的。这样吧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哈，分组。好，杨大强，好，你带男子组上那边练猫步去。是。小辣椒，你带第一组女同志上那边练直线去。是。其他人等留守，听候范老师一个人指导。是。站好啊，各位，咱们从基本步伐开始。范师，我觉得基本步伐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样，他们几个条件不是太好，你教我。我接受能力比较快，我会了他们就都会了，你走了我也放心了。好，抓紧时间啊。
您几个啊，虚点心啊，别什么都不懂。对，好，向后三步走。你怎么出去了你啊？向后转。好，大家听我的节拍啊。什么叫节拍？节拍就是一大大，二大大，三大大，四大耶。好，向前三步走。好，挺胸，收腹，提臀。斜视45度，你看我干嘛？左上角45度，我看着了。好，预备！你这干嘛呢？你这是啊？方老师，你太有生活了。怎么了？我服你了啊！你不让我给果树喷农药吗？这怎么能是喷农药呢？这刚才你不知不觉的就导演了一出给果树喷农药的劳动程序。这怎么是劳动程序吗？收腹是勒紧小肚，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，斜视要看准果树，这边加药，这边就喷雾。它的节拍是这样的：一次次，二次次，三次次。行，整个一套。我们无法沟通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我得赶紧走。半生啊，我觉得不能走。人是一，马是鞍，一看长相，二看穿，你得看看穿衣服，你也没白来呀、啊。表示。啊，好好好，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啊！赵队长，你为什么总要换服装呢？服装模特表演不换服装，你看什么？你看过真正的服装表演吗？电视常看。什么样啊？不就头上包个绸子，露个肩膀头子，一身玻璃球子，走道还直晃夸夸肿吗？你穿这些能劳动吗？我范师傅，我觉得你们那个服装是穿上给别人看的，我们的服装表示的是冲到劳动第一线的。你为什么总扯到劳动上去？范老师，你怎么真不热爱劳动呢？劳动和美是两码事。范老师，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。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，吃啥？没有普通者的劳动，穿啥？吃穿都没了，你还臭美啥？行行行，咱抓紧时间好不好？范老师，你看看，我们不是没服装，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。好好好好，咱们抓紧时间吧啊！哎呦呵，准备好吗？走啊走啊。